好了，走吧。我在日本餐馆设下宴席，给你押金，赏个脸吧。日本饭呢？我没胃口。聊聊天还不行？又不是十年八年没见了，你武队长不是才关了我六天吗？难不成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好，许同学不赏脸我也没办法。我知道你在这关的久了，想出去活动活动筋骨，请便吧。非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你在说什么？胡寡妇这娘们说你让日本人给管起来了，还说你让他呆花，让史丈替你少想，这不还落得白跑一趟。他说的没错，你去过上面了？去了，除了几个和尚鬼影子都没有。不过据说前两天这儿还真打了一仗，鬼子不知道要抓什么人，连炮都用上了。人被他们抓到没有？听说让一个二鬼子亲手给毙了。胡寡妇走了没有？他现在在洪湖四处乱转，说是要代行出帐职责，应该没走。顾旅长，你现在马上回洪湖，给我把这寡妇给我扣住。你不回去吗？师长急着找你呢。我去去就来，记住了，给我把这寡妇给我扣住。想出办法了吗？化工专家一点思路都没有啊。我是在想怎么能只炸武先明而不伤了胡寡妇。当然有可能了，如果胡寡妇把伞忘在了武先明那儿，不就可以了？这个几率太小了，也许他第一次去就会把伞忘在宪兵队，也许他永远都不会忘。难道我们就等着他把伞忘在宪兵队，这样也许要等到头发都白了。你呀真是个死脑筋，你就不会换个思路逼着胡寡妇把伞扔在武先明那儿？用什么办法？如果是你的伞，你怎么样才会自动扔掉？那除非是掉在石坑子里。对呀，这不就是思路吗？别开玩笑了。你谁跟你开玩笑了？你那个博士文凭是买来的吧？怎么脑筋这么不好用？你就不会在伞柄上做做文章，来个二次爆炸？二次爆炸？走，走，来。你给谁打电话？当然是魏耀阳了，他鬼主意多，让他们给咱们出个主意。嗨，还真的，怎么把他给忘了？喂，总机，我要长官部情报处魏文书。好，但愿线路没问题，一个小时内能够接通。不急，起来还得趴下。早知道带克拉布来了。来的正好，要请我吃饭吗？就吃狗肉。真不该把钱还给你。去悬空寺杀人的是不是你？是啊，怎么了？那些和尚是你亲戚啊？早说啊，早说就不带炮兵去了。你别想蒙混过去。我问你，你杀的是谁？我没蒙混啊，
我杀那个人你又不喜欢，万重山啊。他是我盯上的，你凭什么横插一个？你又不早说，你要早告诉我，我哪敢在你碗里抢肉吃啊。再说了，皇军杀国军天经地义。你们十一军特高课不是有规定吗？不准杀地方情报人员。这回不一样了，长江工作站暗杀了种田大将，日本人急眼了。哎，你怎么知道万重山在哪儿？谁告你的？又不是只有你们在找他。万重山这老小子可不老实，到了荆州还不闲着，天天处处勾栏瓦舍的，偏偏他看上一个姚姐是我的相好，这不就暴露了吗？净胡说！万重山逛妓院，难道还穿他的国军上校制服啊？妓女怎么知道他是万重山？我说了怕你脸红。你说，你不说还真过不了这一关。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啊！万重山这个人在床上有特殊的癖好，简直禽兽不如。那个姚姐让他折腾得浑身是血，结果连衣服都没穿上，就让老鸨给按在床上了，不让他走，还让他赔钱。万重山抠门啊，就拔出枪来吓唬别人。又瞎说八道！万重山不是没穿衣服吗？他从哪儿拔枪啊？对啊，就是因为没穿衣服，所以枪拔得不顺手，就让老鸨和保镖给按在床上了。万重山就说他是国军上校，妓女一听大官哪惹得起啊，就把他给放了。老鸨不甘心，派人跟踪他，就发现他藏身的地方了。你想啊，老鸨是我相好，我不能看这事儿不管啊。行了行了，你给我闭嘴啊！一会儿说妓女是你相好，一会儿说人老鸨是你相好，麻烦你以后编谎话也过过脑子，行不行？我说过吗？我没说谎啊。我又不是只能有一个相好。那你明明知道我出狱以后会去盯万重山，为什么在里面你不告诉我？你已经把他给杀了，为什么还让我白跑一趟？我是想告诉你的呀。要不然干嘛请你吃饭呀？我本来想一边吃一边聊，多好啊！谁知道你非要活动活动筋骨，我也想让你爬爬山呗。其实我挺善解人意的。我知道了，你领口那颗痘是万重山的命换的吧？实话说吧，我不杀他，日本人就杀我。庆卫不是视你如子吗？他舍得杀你啊？他是想让我把他当爹，可他根本没把我当儿子。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日本人最气。种田刚一死，他就要杀我祭奠。你说说看，人又不是我杀的，关我屁事？哪有这么对儿子的？打悬空寺的时候，是庆卫的贴身侍卫德勇亲自督阵。还非让我用他的配枪去杀万重山，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不信任。儿不嫌母丑，你就别抱怨了。徐叔，说话要知道深浅。好好好，哎呀，我少说几句，省得你五大上校又得把我抓回去吃牢饭。不过我好心提醒你一句，你杀了万重山，小心国军的人报复啊。活一天算一天吧，大不了不去监利，我就不信他们敢到荆州来动。武林中尉，你的电话要通了。好。魏文书，我们想除掉武先明，但是现在遇到了一点困难，你帮我们出出主意吧。你们行动的计划情报处有批准吗？武先明是不是十恶不赦？万站长的仇该不该报？难道给万站长报仇还有人批准吗？哦，那好吧，你们行动的方案难点在什么地方？武先明现在龟缩在荆州，防备很严，所以我们只能利用胡寡妇这个媒介。我们想在胡寡妇随身携带的伞柄里安放爆炸装置，可是又不能炸到胡寡妇。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胡寡妇把伞丢弃或者遗忘在武先明那儿？啊，明白了。你让我想一下吧。天黑之前给我电话。这可不一定。我不管，
就这么定了。我们这儿电话不好要，天黑之前你打过来，我在电话前等着你。师长啊，我哪点不如许处长啊？我怎么就不能当处长呢？哼，那你觉得哪一点如他呀？我呀，我哪点都如他。我能兵不血刃，杀人于无形，他能吗？我能出入荆州如履平地，他能吗？我能端茶倒水，温柔体贴，他能吗？我能空手套狼，财源滚滚，他能吗？师长，他哪点啊都不如我。他会唱新天游，你会吗？这唱个酸曲儿算什么能耐啊？嘿嘿，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的部下大都是西北军出身，听一曲新天游，吃一碗羊肉泡馍，那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哎呦，那师长，那我学会了能有赏吗？赏，赏你两个耳光。顾旅长，哎，你干嘛老跟我这个妇道人家过不去啊？怎么了？你看上我了？想先别后娶啊？哼，你让老子白跑一趟，还敢血口喷人？谁他妈让你白跑了？悬空寺明明出过事儿，你为啥不说？那个许处长给我捎的口信里头又没有说悬空寺出事儿了。再说了，我当时跟你说了，我有很多话要说，你让我说吗？你，师长。哦，一楚，你回来了。哦，许姑娘，你这么快就给放出来了？哎呀，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哎呀，没受什么伤吧？哎呀。哎呀，师长，你可得大大的记我一功啊！那个武先明那个死鬼还真是听话，我出狱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把我们许姑娘早点给放出来，要不啊，我就不让他登我们家的门。这不，那么快就把你给放出来了。我脸上有花吗？我问你，我让你带的口信，你都告谁了？房师长啊，啊对了，还有一个没眼没什么高低，又赖着不走，官又比我大，我总不能轰他走吧？他，哼，你就没告诉武先明？那个武先明啊，心里就没有你。他要是有心给你烧香的话，他抓你干嘛呀？我告诉他有什么用啊？那为什么口信今天才送到？哎呀，这有些话跟你说了不合适。你要不说，还真过不了我这关。哎呦，那许姑娘，我说你别脸红啊。我这个人呢，离不开男人。这武先明把我关了这一天呢，我好不容易出来了，还不得找个相好的弥补一下？可是没有想到，那个相好的太难缠了，这不就耽搁了？你闭嘴，跟武先明就像一家人，一句实话都没有。你看看，你看看，我跟你说实话吧，你又不信。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争了。趁你们正副处长都在，我交给你们项重要的任务，一等一的重要，那就是尽快的弄清楚横三勇什么时候正式上任。哼，老子给他备了一份厚礼。哼。那个许处长是正直，还是让他来显身手吧。哎，你们两个就各显其能吧。哎呀，我怎么能抢许处长的功劳啊？那好，那你就不要管这事儿了。好啊。有没有军饷？你我愿意管。办法给你想好了。我就知道你有办法，快说。臭大姐。谢谢你。你不需要跟你解释一下吗？谁还不会举一反三了？行了，别唠叨了，帮我刻图章去吧。哎，你怎么也不问清楚了呀？臭大姐，怎么回事啊？
有一种会飞的昆虫，一碰它，它就会发出很臭的气味，我们叫它臭大姐。你没见过呀？英国没有？哦，你说的那种昆虫学名叫春象，我们叫它放屁虫。还不明白呀？不明白。如果胡寡妇的伞柄上有臭大姐的味道，你说她还会像宝贝似的攥在手里吗？可是她的伞柄上哪来的这种味道啊？哎呀，真是宁愿跟明白人吵一架，不愿跟糊涂人说句话。你先抓两个臭大姐放在胡寡妇那个伞的伞柄里，等胡寡妇进了宪兵队之后，你就让臭大姐释放出臭气，胡寡妇自然会把伞扔在那儿，等她出来你就引爆不就行了吗？那可是怎么才能让臭大姐按我们的要求释放臭气呢？嗯，那你就设定一个机关呀，只要一触动机关，臭大姐就放臭气。这个装置不好做呀，按说可以制造两次爆炸，第一次小爆炸呢可以先把臭大姐炸碎，可是再微小的爆炸也会有声音的，吴先明会发现的。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我不管了，我睡觉去了，明天一早给我答案。见过陈长官了？陈长官怎么说？那下一步的计划应该如何？陈长官不同意以策反史维远为第一任务。他提出首要任务是要防范房静斋，确切说就是要设法搞到918电台的密码。那么上层还是认为房静斋是眼中钉？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委座定下的方略。房静斋口无遮拦，而且还暗中与新四军联系，的确犯了大忌。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样修正？我到这儿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您是想听务实呢还是务虚呢？虚实我都要听一听。好，那我就先务虚。我认为间谍不应该是将军手中杀人的短剑，应该是激流中央的一根砥柱。又是你的第三势力论？是。我认为间谍应该有自己的操守，这种操守就是大局，就是国家。你认为一个间谍有那么大力量？一根杠杆可以撬起一个地球，你只要给我这个点。好，说点实的。现在就是因为有918师在，在荆州的日本人才左右为难，所以我想我们的力量不应该对着918师。你忘了一点，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就是间谍的悲哀。在我方，上司把你当作军人，只要落入了敌人的手里，他们从来不把你当军人看。间谍没有俘虏的待遇，更不会谈什么日内瓦条约，一般就会就地阵法。虽然十一师特高科不让轻易地杀害间谍，但他们是想收为己用，只要你不服从，还是一个字，死。你又开始务虚了。说说吧，你打算如何中流砥柱？我认为大原则还是应该保918师。我听说陈长官要调走了。是的，委座打算让陈长官去当中国远征军的司令，但是陈长官推辞了。远征军可是国家的脸面，委座那么信任陈长官，我估计他不会轻而易举地推辞掉。我想陈长官走了以后，接替他位置的一定是孙连仲。这孙连仲和房静斋以前同属于西北军，后来孙长官在早期的时候放弃了冯玉祥，投奔了中央军。如果他这次来上任，为了避嫌，他一定不会给918师好日子过。到那个时候，918师的电台密码再被破解，那一定会势如危卵了。现在我们上层的内奸尚未查明，我想我们能够得到那些密码，那日本人也一定会唾手可得。所以如果我们在暗地里面不帮助他们，
那房锦斋可真是独木难支了。关于我方上层有内奸的事，陈长官批评的也有道理，我也搞不清楚，如果真有内奸的话，那他为什么不把九战区补给空隙的消息告诉日本？反正关于内奸，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好了，不说那件事了，谈一谈你怎么拯救九幺八师吧。武林，武林，说说看。要想缴获九幺八师的电台密码，这个任务一定会是由长江工作站去完成。武林在荆州的时候自认为离策动史威远只有一步之遥，所以现在我们给他充分的信心，他一定会把工作重点全放在史威远身上，这样一来就破坏了长江工作站的行动，从而缓解了房锦斋的压力。一个小小的中尉会有如此大能量，即使他身后站着个上将，可是上将衣领上的三颗星在某些人眼里可是代表着福禄寿三星啊，有谁愿意得罪这个三位大仙吗？别说刘德彪、李春丽这些小人物，就连孙长官都会让武林三分。毕竟陈长官对孙连仲有知遇之恩。你现在不就在抗命吗？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怕什么？耀阳，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不，我是一个人。我有想过，如果我有什么闪失，我会把所有的责任放在我一个人身上，然后让留下来的人继续工作。瞧你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一夜没睡啊？但是我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什么办法？我可以利用化学，就是说在臭大姐身边放置一些具有腐蚀性的化学药品。那你怎么能保证在胡寡妇进入宪兵队之后臭大姐才觉得受到威胁了呢？这个呢，说起来就复杂了，就是我先把两种化学药品放在一个纸包内，让他们在路上慢慢反应，当然我可以根据路程的长短来设计药量，等胡寡妇进了宪兵队的门，药呢就会慢慢的反应，这样呢臭大姐就会觉得不舒服，她就会发出气味，臭大姐一放味儿，胡寡妇自然会把伞扔了。我呢就潜伏在宪兵队门口，等胡寡妇一出宪兵队的门，我就引爆伞柄里的炸药。可是你那个化学药品不会提前引爆炸药吧？我任一鸣做的炸药会这么羸弱吗？好，行动吧。哎，等等，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已经是冬天了，我们到哪儿去找臭大姐啊？正好给我那间宿舍啊，很久没人住了，估计臭大姐都在那儿过冬呢，我那天打开衣柜就发现好几只，走，再去弄些。好，走。衡山勇已经到达武汉，房师长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举动？现在时局尚未稳定，请房师长千万慎重。多谢为兄，你也保重。玉初，我还想请你帮个忙，请你给我找一下武先明，帮我传一个口信。
下面的工作呢，就是要知道胡寡妇什么时候去荆州了，要在她动身之前把化学药品放在伞里，这样我才能算准时间。我们不能坐等，得想个办法引她出动。那用什么办法？应该派个她没见过的人出面，就说荆州有生意，雇她去赶尸。她到了荆州不见生意，还不顺便去看看武先明？好办法，不过有些周折，我要再把时间打宽一些。这才几天啊，就想我了？别过来！进。说吧，找我什么事儿？你以为我会找你啊？魏巡让我给你带个话。什么话？什么意思？谁无法无天？就这八个字，他没多说。史丈，又 K 人。王司长，哈哈哈哈！哎呀，是个铁罪啊！怎么，又跑到洪湖来卖夜月骗钱了？哎，你房司长哪里还有钱可骗呢？哈哈哈哈！对喽，所以老子现在啊，谁都不怕。坐坐坐坐坐，行。哎呀，啊，你们都下去吧。是。怎么，从荆州来？荆州这些日子一直没消停过，哪有人还有心听书？哼，所以就到处走了走，恰巧路过新四军防区。哦，李先念师长特意嘱咐我，哪天路过洪湖，向房师长问声好。嗯，来，下一次你再到新四军防区卖夜药，可别忘了告诉李师长，就说我。感谢挂念，我哪是说书的，分明成传声筒了嘛！哎，又不是让你白传，有你的好处嘛。别人说有我好处，我信；房司长说，恐怕又是难以兑现吧。哎，老子的房区让你随便出入，这还不是好处吗？嗨，你别看咱们九幺八是穷，洪湖的百姓可不穷。嗯，我们穷啊，那是因为没有刮地皮。所以啊，你在这里又说书又挣骨的，怕是没少赚吧？哎，哪里哪里，聊以糊口而已。那好，你先歇息一下，晚上上台，请你说一出单刀赴会。好。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不来看我，那我只能来看你了呀。吕青云出五千个大洋买我的脑袋，我敢去见你吗？我就知道这性命啊比情义值钱。不会吧，
你是专程来看我的。你还真不信呢。一看这包袱里圆鼓鼓的，就知道是赶尸的铃铛。我又没死，干嘛带赶尸的铃铛来见我呀？胡大姐一定是有生意，顺道来看兄弟吧。算你聪明，也不知道是哪个短命鬼啊，说荆州啊有笔大买卖，要将尸体呀、赶回监利去，会出个大价钱。可是你看我来了吧，又找不着这人了。这人啊，真是不知道死活，居然消遣起我来了。行了，生气也填不饱肚子，走，我请你吃饭去。要死了，哪来的臭大姐呀？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生意啊？不用看了，伞没在他身上。老师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叫出来散步啊？耀阳，我约你出来是想跟你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在长官部我怕隔墙有耳。这个拿着。眼下人尸看似平静，实际上潜伏着巨大危机。如果长官部确实有奸细的话，那他绝不会允许我稳坐情报处如此重要的位置。所以万一我遭不测，有人会前来与你联络。如果对方手里拿着另外半张钞票，此人可以信任。老师，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你比我的位置高，权势重，你留下来可以有更重要的事情做。答应我，好好保护你自己。拿着。你答应我答应，阎王答应吗？你记住，像我们做情报的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去了，引爆吧。哎，等等，万一他在外面逗留呢？再等一会儿，反正他也会去睡觉的。吕县长，别窝在这儿了。范长长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此话怎讲？武先明已经被本站除掉了。当真？千真万确。还是消息确凿了再说吧，省得搬来搬去麻烦。哟，吕县长，田会长去荆州了吗？啊，县长。你看什么时候兑现那笔赏金呢？什么？武先明真的死了吗？
整个荆州城都在议论这事儿啊，说是昨天在办公室中了炸弹，一命呜呼了。日本人在忙着为他出殡呢。听说这位师团长要我得亲自致悼词。总算可以回家睡个好觉了。你们回去歇息吧。是。李副官，请转告陈长官，长江工作站出战告捷，杀害万站长的凶手武先明已经伏法。草拟方案的是谁？我和任一鸣上尉。具体执行的呢？也是我们俩。武林中尉，你可真是女中豪杰。我这就向陈长官报告，并且建议向全战区通报嘉奖你。哎，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任一鸣。哎，魏文书也给我们出过主意。我相信主持大局的一定是你。你要是非这么说，那我也不否认了。你等着，我请陈长官亲自与你通话。好。胡大姐。这些天你都没有露踪影，今天抽什么风啊？想起我来了？我刚被委以要职，总要为手下人做个表率吧。什么表率啊？表子立牌坊罢了。滚，立你的牌坊去。看你说的，我也有哪一刻心里没想着你啊？可是官身不由己啊。屁大一个官儿，官腔比屁响，比你大的官儿我都见过，也没见过一个像你这么假正经的。大官自然不必忌讳别人说什么，怕就怕我们这不大不小的。再说了，吕青云抽风一样天天住在这儿，让他看见了参上一本，我可吃不消。今天就不怕了？今天他回家住去了。他呀，就在隔壁。哎，要不要把他给叫过来呀？加上他的卫兵，我们几个坐下来打几圈麻将啊。看你这个窝囊样。那我还是先告辞了。寂寞呀，活人你怕，死人你怕不怕呀？除了吕青云，我谁都不在乎。那就去那边吧。那边？阴殿呢？吕青云那个人忌讳多，从来不敢去那儿。怎么样，敢不敢去啊？莫非老子还能怕几个尸体不成？那好，那我今天啊，倒要看看你有多英雄。